这顶冠是我们复原的一个明代定陵出土的孝端皇后的六龙三凤冠，是用红蓝宝和珍珠串制成的宝石花钿，上面是有火焰、花和叶子的纹样。看到了里面珍宝馆里面所收藏的一些后妃明清时期的一些首饰，我当时就非常惊艳到了，就很赞叹于古代匠人的一些匠心和智慧，还有一些工艺。像明代固定笛冠不像我们现在要里面堆发髻，其实明代固定凤冠是很简单的，像它一顶凤冠戴上头之后，两边需要用一对簪子压并去插住它，这样它就能固定得很稳。其实所以就会再开始制作现在的发钗这类。未来是想去学习非遗工艺，就是金银细工、花丝镶嵌工艺，去也算是想做一个非遗传承人吧，也是一个小梦想，来提升自己，让自己把明代的或者清代的一些我们能见的一些出土的文物去复原出来，让世人能看出它曾经的光辉的历史。